刚才您看到的是近日多个实战化演练的现场，军队由战而生，军人为战而练，备战打仗永远是人民军队的核心职能、主责主业。进入新时代，面对新的指挥体制、新的力量编程、新的规模结构、新的作战思想等，人民军队又是如何向强制强、全面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的呢？接下来，我们把目光转向朱日和训练基地。那里啊，每年都会举行大型实兵对抗演习。近日，我们的记者李秋跟随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"千里机动"来到这里开展红蓝对抗实兵演习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连线他。李秋，你好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了解到的情况吧。好的，主持人，我现在呢就在朱日和训练基地。那八一建军节，这里的节日氛围是浓厚的战味儿。那我们这几天呢，在朱日和看到，这里不仅能够导调保障大型实兵对抗演习，也能组织师旅团级部队完成合同战术演练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里既能对抗演习，也能供部队驻训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在其中的一处训练场，在我身后，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的官兵们正在进行实兵战术演练。那步战车呢和突击车组成了前沿攻击队，正在向阵地进攻。那现在呢，停在我们画面里的就是114轮式突击车，它具有机动速度快、打击火力猛、防护性能好的特点。那刚刚呢，它向正前方抛射了烟幕弹，那这是为了掩护前方步战车上的步兵载员，扫除前沿阵地残留的攻势障碍，为后续部队的进攻打开突破口。那这个环节呢，在进攻当中叫开辟通路，是要点夺控战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那其实像这样的战术训练呢，这个旅已经连续开展了半个多月了。今年这支部队的八一就在热火朝天的演兵场上度过。那除了像这样弥漫着硝烟的战味之外呢，我们在朱日和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隐秘而紧张的战味。那来通过我们这几天拍摄的画面一起来感受一下。画面里呢，疏散隐蔽状态的部队就是我们这次跟随拍摄的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。那他们要在这里开展红蓝对抗实兵演习，目前呢正处在集结部署、临战训练的阶段。那这个阶段呢，会不断的有小股蓝军对他们进行侦查，找机会袭扰，所以这几天他们全员都非常的警惕，可以说是戒备度非常的高的一个状态，随时都在等待敌情的到来。而我们每次进去拍摄呢，都要通过重重的哨卡、对口令、亮明身份、请示汇报之后才能进去拍摄。那其实这个旅跟朱日和也是颇有渊源的，在跨越2014朱日和 D 的对抗演习当中呢，他们作为原沈阳军区的代表队，首次参加跨区基地化训练，在实兵对抗的环节当中，全旅官兵顽强战斗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，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。而这场胜利呢，也是跨越朱日和系列演习当中，截止到目前唯一一场红军取得的胜利。可以说，素有草原狼之称的蓝军旅鲜有的败绩就败在他们手上，也让大家见证了这支传承铁锤子团荣誉战旗的部队，看到了他们铁打的精神和意志。那说来也巧了，这支部队呢，因为驻守在祖国的北疆，又素来作战勇猛，被称为北疆虎。那一个是北疆虎，一个是草原狼，时隔7年再度相逢，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我们对过几天的实兵对抗也充满了期待。主持人，好的，谢谢李秋的报道。